林内有树上，大家我是林内，我是林。好，那你今天要去？你忘记了我叫小黑子。那个四位，两大两小，七岁跟十岁，没有军工教，没有军工教，谢谢。哇，没事，卫生一下厉害。先去绕一下，再去确认一号。check in 准备喽，右转以后开始有硬化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各位旅客你好，我们前方看到的是我，没有粉红的，粉红家人嘛，手干干掉了，手干干掉 ，OK， 哇。右边长叶子了，可以，不然太冷了。对，现在来到的是武林，有个哇，左边乌蛇音，好多乌蛇音呢。哦，这边还 OK， 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们捡人家不要的就够漂亮了，对不对？这边已经卸差不多了。这个粉红家人都卸了。对，游览车也太多了。右边是怎么一回事？以前管制的时候，里面也是都是车子啊，就是都停里面了。啊，樱花隧道也没了。哇，长长。这边只能走路了。山坡一只，前面这里，窗户关起来，窗户关起来，猴子呢？好多哦！哎，它在啃那个哎。这里还有一只小只在捡红包袋。哦，这是下面好多哎。妈咪，你刚才看到几只猴子？都是比较小的，对不对？哇！第三周樱花也是漂亮哈。